시리얼 인했습니까? 지금 미디어 反正我的声音线上可以听得到吗？可以的啊，好，感谢主。我刚才在讲说，这一个礼拜我传道每天都在家里练习这一首诗歌，可是从来没有听到他最后那个尾音像失效这样高昂起来，就今天才听到。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应该知道失效吧？我那一时代的民歌歌手，他有一首《拜访春天》。风靡一时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离开台湾差不多40年，他也信主了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个信仰当中颠颠簸簸，这是他2年前的时候做的这首诗，听了也是非常动。真是很感谢我们也有弟兄姐妹来参与这样的敬拜。好，那今天呢？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，也是我一系列的，就是爱主更深的主题。我们今天到第5个单元，那我讲的是主的谅解。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爱我们的，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才有办法更加的爱主。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主的谅解的上半部，因为这个我要讲的重点呢，一次讲不完，所以这今天呢就讲上半部。我主要是要讲什么？主要讲主谅解我们什么？今天主要讲是神呢，他谅解我们的情绪，呀，情绪用英文叫做什么？emotion，还有叫 feeling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所以呢。我们所感受的每一种的感觉，每一个 emotion，他也感受过，他也有同样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的经历，然后我们来看看神教我们他是怎么样谅解我们的情绪，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情绪，还有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情绪。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。哦，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耶稣，亲爱的圣灵，多么感谢赞美，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，所以主啊，你也变成像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的模式，来到这世间，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的，有丰富的慈爱和真理。你跟我们在地上过了33年半，你经历我们人类所要经历的。所有的喜怒哀忧惊，所有的快乐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愤怒，所有的担忧，你都经历过，但是你没有犯罪，而且你用这些情绪，更加的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。对，我们也有，我们也常常为这情绪所困，我们也常常为我们的 feeling 觉得是在一团雾当中，对吧？今天求你这个孩子。你把这样的讯息，让孩子能够传递的清楚，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能够扎心。我们谢谢主，这样祈求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。我们先来看看，对，刚才我说了。刚才我说的就是说。我们今天要谈先从主耶稣的情绪来开始。我先问大家，主耶稣有没有情绪啊？主耶稣有情绪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哭，哦，只有哭啊，他只有哭啊。哦，他有愤怒呀，还有呢？还有害怕。他有害怕、哭泣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，其实圣经里面。我们基本上讲人的情绪有六大情绪啊，是主要的 primary emotion，主要的六大情绪。但是我们今天就讲，主耶稣的情绪呢，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当主耶稣呢，他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行神迹回来，他们好高兴哦，他们说，你看，连鬼都
问我们，对，我们可以干跪啊，我们可以医病，太棒了。看路加福音十章那边说，他们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主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儿就显出来。不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很欢乐，欢乐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会欢乐的，还有很多欢乐的时刻，我只是选几个例子，好吧？刚才我们说耶稣会发脾气，对不对？耶稣也会生气的呀。你不要以为你生气就不对，耶稣也生气的，对不对？人家门徒呢就带小孩子要去见耶稣，结果呢，人家带小孩见耶稣，这些门徒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老师很忙啊，走开走开走开。”对，刚才一堆小孩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可以看他们，然后有人要去这边，有人要去那边，对，有人要抢麦克风，就是。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他怎样？他们很不高兴，因为门徒禁止他们禁止家长带小孩来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你看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让耶稣摸他们，要祝福他们。门徒呢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。”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，这个也是耶稣就不高兴，对，他就发怒了。那耶稣还有什么情绪？刚才我们说耶稣哭了，对不对？拉撒路死了4天了，耶稣才去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1章那边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，就是看玛利亚、马大他们在哭。所以他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那这一章，对，约翰福音11章3节也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句子。中文翻译是有4个字，叫耶稣哭了。啊，基本上其实只有2个字，Jesus wept 啊，其实只有2个字而已，就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章节，就是耶稣哭了。但光这个4个字呢，就可以讲篇道，对啊，因为耶稣的哭不是只是看见拉撒路死了。对，而且大家也知道圣经记载，对不对？他死了4天，耶稣等一下就叫他出来，他说出来了嘛，那还有什么好哭的呢？耶稣不是哭拉撒路的死亡，耶稣是哭我们人类的无望。所以耶稣什么？他有哀痛的情绪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有担忧的情绪，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对，马太福音那边说。于是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2个儿子同去，就怎么样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这是什么时刻？就是耶稣很快要被犹太人逮捕，而且要上十字架的那个前一天的晚上，他已经看到这一切，但是他的心中。他心中知道，他必须以人的这样的身体去经历这一切，他会怎样？他会担忧，是不要说什么，对，我们要去打一个 COVID-19，都很担忧啊，对不对？忧愁也会担忧，然后也会焦虑，对，他也会焦虑。当他看到犹太人怎么样，借着他们的权柄在圣殿里面那边做生意，对。然后呢，再赚取这些百姓的钱，做这些上帝不喜悦的时候呢，不喜悦的事时候，耶稣心里焦急。约翰福音那里讲，他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说的：“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”耶稣那时候他感觉到，呀，感觉到这些犹太人已经怎么样？他们已经不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们借着神的名。来换取这些财物，呀，借着神的名来换取这些权利的时候，他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焦急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主他有情绪，对不对？喜怒哀惊忧，喜怒哀惊焦，他都有的，而且圣经上明明白白都把每一件，这只是我随便选出来的例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主他有情绪，所以他完全能够谅解我的情绪。他完全知道我的情绪，
那我们再说，那主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情绪呢？算，你为什么知道我们要有情绪呢？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要造我们有情绪？那传道回答一下。好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情绪？对，一定怎么样？神不会造一样多余的东西，就是好，我们来看看，第一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对，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，所以呢，神其实在他的荣光中有的，我们也会有，只是我们在。亚当夏娃的时候失去了神的灵，所以神他有这个情绪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照他的，我们是照他形象所造，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情绪。然后有人说呢，有人说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是在我们的魂里面，因为我们说我们是灵魂体三样的结合。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在我们的魂里面，我们的魂是包括我们的。理智还有我们的什么这种情绪情感，然后有人就说情绪不要讲情绪，情绪很不属灵，因为它不是在灵里面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很理智，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绪，而且我们要压抑我们的情绪。对，我们从小小孩子摔跤做的，颠覆颠覆，男孩子要赢勇敢，对，还有我们怎么样？打断牙齿怎么样？破血吞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从小教我们的小孩就是要这样。我们就是更加的含蓄，哎，不要让什么，不要让你的理智失控，对，要你的理智来控制你的情绪。那就奇怪，那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情绪呢？是不是？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情绪呢？其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情绪的字眼呢。最少有300多种情绪的字，那讲到情绪到底存在我们，到底存在我们这一个人，这样子一个人的整体到底存在哪里？有很多的理论，有所谓的二元论。二元论的说法就是说，我们的就是身体和灵魂，就人只有这两部分。那这个情绪是存在身体，也不是存在灵魂，所以情绪是。不属于的，那也有所谓的三元论，就是灵魂。然后呢，说我们的情绪呢是存在我们的魂里面，对，也不是属于灵的。就是你如果这个人就是归回尘土之后呢，你的情绪也不在。对，因为圣经有讲，对，他当这些人当我们归回尘土以后，对，你的爱、你的恨、嫉妒怎么样？都消灭了，然后也有讲什么整体论，呀，也有讲整体论的，就是说其实灵魂体呢是不可分的，不是说可以分成像三个很清楚的，其实你的灵魂呢跟你的身体是互相影响，对，因为圣经也有讲说，愿你的灵魂和身体都兴旺，你的灵魂兴旺，你的身体就兴旺。你的身体兴旺，你的灵魂也兴旺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的情绪呢，其实是存在我们的灵魂里面。情绪是存在我们灵魂当中的，而且呢，它是不会消失的。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是跟我们的身体是互相影响。这是非常清楚，就会互相影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讲一下，所以情绪是不要去压抑的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忘了，对，刚才 OK，情绪有二元论、三元论、整体论，对。好，我们再讲，所以神不会多造一样不需要用的东西，那情绪到底有什么作用？简单说，情绪对我们呢，其实是有保护。享受激励，最重要一个作用是我们可以与神相交。为什么说保护呢？我们这样说好，
对，大家知道那个麻风病，现在已经很几乎没有麻风病，对不对？那麻风病它可怜可怕在什么地方？对，因为当这个麻风病人他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就怎么样？他是怎么样？没有痛感，就他的这个皮肤啊，或者是他的手啊、脚，就烂了、断了，就不会痛的。烫伤的也不知道，所以麻风病人怎么样？因为他没有痛觉，他失去了这样子的感觉，他不知道他受伤，他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溃烂。一个人没有情绪的话会怎么样？人不可能没有情绪，可是当你拼命去压抑，然后让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一个 zombie，好像是个木乃，没有。你是没有情绪的人会怎么样？我讲一个事实，讲一个真实，就是有一个心理医生呢，他说呢，他有一个客人跑来找他，他说医生，我从来都不生气，他说我从来都不生气，对，像无尘道一样，他说我从来都不生气，没有开玩笑的。还是会很生气的，对，就是他跟医生讲，他说我从来都不生气，那这心理医生很奇怪了，他说，那你来看我干嘛？对，他你是为什么来看我？他说啊，这个病人就讲，他说我是被法院判决一定要来看心理医生的，他说你发生什么事，法院一定要这样子。因为我拿枪打死我太太，这是一个心理医生写的啊。他说他拿枪打死了他太太，怎么打死的？还是请他讲。他说我太太呢，天天从早到晚就在我耳朵里面叭叭叭叭叭叭讲，每天都是非常呱呱呱讲，一直 blame 一直 blame。那你讲，他说我从来不发脾气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我把枪放在我的公事包，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他又来了，叭叭叭，我就觉得应该要停止了，就从公事包拿着枪对着他太阳穴轰下去。这就是一个所谓没有情绪的人，其实他是什么？他否定了神的创造，他只是把那个情绪什么？压缩到他的潘朵拉，到他不能忍受时候就爆炸。对，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人，我们很多这样子的人，我们在帮助一些这个 anger management 的呀，处理愤怒情绪的客人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其实情绪。是在保护情绪不会说谎，情绪不会说谎。对，你有听过？对，我们是防小孩子。对，我们以前就是说，对，罚孩子，赶紧坐下来做功课，做不准动。可是小孩子是什么？他心里好，妈妈，我是坐着，可是我的心里是什么？我的心里是站着。我们心里是在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心里不是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感觉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很正视情绪到底，他告诉我们实话，对，他在保护我们。那另外，情绪也是让我们怎么样？是给我们的一个享受，对。当我们看到美好的事物，对，当我们看到美好的风景或是快乐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做事很有劲，我们可以有盼望，然后这些正向情绪会鼓励我们，对不对？会让我们怎么样？有希望，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努力，对不对？然后会有成就。另外，情绪也会就是会来激励我们。然后呢，所谓的保护里面还有包括就是说，我们常说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对，
不是，人无近忧，必有远虑。对，所以有一些的忧虑，有一些的忧虑，其实并不是坏事。所以，我们东方人常常忧虑都变成一种就是不正常的忧虑，因为有点忧虑的话，我们才会激励我们，对，我们的忧虑忧患意识比较高，所以也是一种保护作用。那另外呢，有时候我们会愤怒，对不对？其实愤怒里面代表了一种，有时候是什么呀？让我们可以去分辨对错。当我们发现有些事情不对啊，我们会发怒，对，不合理的我们会发怒，这也是一种保护，对。可是最重要的，神给我们的情绪的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是让我们可以与神有美好的沟通。当我们在灵里有这样子感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与神相交，是不是？而且正向情绪呢，它可以正向情绪呢，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。在 COVID 的时候，其实最好的疫苗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正向的情绪。今天我们最主要的COVID-19 最好的疫苗就是一个正向的情绪。然后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对。这句经文在箴言17-22节说：“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”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句子，对不对？以前在台湾，有个叫马偕医院，他们的药方的袋上面一定就那个时候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看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药袋都是那个纸的那种药袋，它一定就印的就是这个经文：“喜乐心乃是良药。”忧伤的灵食骨不甘，对，看了40-50年，到现在才是真正的了解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讲一个事实给大家听啊，就我有一个朋友，朋友的朋友是个医生，而且是一个癌症专家。他说呢，据他自己，就他自己病人的这个个案里面，80%呢得乳癌的。病人呢都有情感挫折的问题，80%就是光这样一个医生就是这样哈。那这是一个 personal 的，就是个人的一个经历这样。但是我找到一个数据，是一个荷兰的一所大学。那荷兰这所大学，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，追踪了12万，10年时间追踪。12万个病人来研究，发现呢，有忧郁症的患者，他们得乳癌的机会是没有忧郁症患者的2.5倍，所以他们很可以确定，就是说，忧郁症是触发乳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所以我们的情绪会怎么样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，对，会很影响到我们的健康。好，我们再讲的情绪可以怎么样，使我们跟神有更好的沟通。可是情绪也会怎么样，也会在肉体毁灭我们，还有别人啊。各位知道，就是说，去年2023年的统计数字，当然也因为这个 COVID，还有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还有经济的这些问题，战争，全美国大有1900万人呢。患有忧郁症，那2022年美国的自杀率是创有史以来的新高，这里2023年美国1900万患有忧郁症，2022年是自杀率的新最高的一次，就是历年来最高是49,449人，就是2022年自杀的人，这么高，差不多快5万。你知道 Brentwood 才多少人啊？Brentwood 才不到6万人，一年自杀就死了这么多人啊！那 Brentwood 大半的人都死了，都我们整个 town 都可以 wipe out。你看有多少？你可以想象一下5万人是什么样子结果？一年就去掉这么多人，就是因为情绪有这么大的一个。毁灭的力量，
情绪有这么大一部分力量，所以我们不能，哎，我们不能就是漠视不见，我们不能就不管这个，对，因为我们不管这个，就是我们不承认上帝造情绪给我们，好像这个是一个多余的东西，好像我们就可以去 ignore 它，就是因为其实情绪它怎么样，就像神给我们，对，神给我们一些美好的东西。比如说金钱，对，我说金钱什么？金钱，金钱，我们有一句话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但是并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。对，神所祝福的还是会把富裕、把金钱赐给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贪财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表示你对金钱的观念，不能拜金钱又拜马。那就像性欲，性也是上帝给的一个，在婚姻当中的性是上帝给的一个礼物，但是世人怎么样滥用，对不对？滥用的性就变成一个怎么样？就是一个伤害，变成一个邪恶。所以情绪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使用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知道神的心意，情绪就像一把锐利的刀子，神给你这把刀子，你可以来做很多好的事。对，有刀子你可以切菜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在那雕刻，你可以制造很好吃的东西，你可以切割成非常美丽的雕像。对，甚至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当手术刀救人的命，但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来杀人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来怎么样杀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那就看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你怎么知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最重要的这个，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情绪？这一项呢，其实很大一项，对，可以找市面上你可以找成千，对，成千的书籍在讲这些，我们怎么样去 manage，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情绪，你上网也可以找很多。那我其实是有把它整理的，大概有六项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讲不完，对呀，所以我要留到下一次才完成。今天我大概只讲三项这样，好，那我开始来分析，就分享，就是说，我认为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神怎么样使用神给我们的启发。第一点呢。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什么叫诚实的面对自己？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，这本书是叫做《高 EQ 的灵命》，是Pastor Pete Scalzero 写的啊。他是在纽约的一个叫 New Life Fellowship Church，他是那里的 Main Pastor，那他的教会也非常的大，好几百人。然后呢？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？他写了一个高密度的教会，还有高密度的命，这个都在基督教界造成基督教革命性的影响。为什么他会写这样的书呢？他做开始很久了，其实在他的教会里面也算是蛮成功，他们教会一直成长。结果呢，成长到就是一个也。就他在这个 New York 的这个 Fellowship Church 当主任牧师，他成长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他们教会有另一部分是那个就是那个 Spanish，就是讲墨西哥话的这样子的一个 group，大概有差不多也增长到差不多250个人这样子。那当教会扩张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他们教会的这个Mexican 的这个 fellowship 的这个 assistant pastor 呢，就跟他分裂，然后就把他们这个200多人的这个 group 就带出去，另外又开了一个教会。第一个就是他教会分裂，那他心里就其实他就自己也想到这事，他就很气很气。可是呢，他在教会里他说哦，原谅他，我原谅他，嘴巴上是说原谅他，在祝福他，可是心气到睡不着。然后呢，他非常非常忙碌，因为他教会很大嘛，400-500个人呢，500，他教会很大，就很忙。然后他太太说要回娘家，
要请他跟他一起度假，他每次都说 OK，可是他10年他也没有跟他太度假，然后还不止这样，是他就很敷衍他的太太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就是他们家有人来探访，然后他也在辅导在跟这个家庭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他太太就说，我不能讲，我要去看小孩，他说啊，再坐一下，不要，这我们在跟人家不要跑跑。那时候他女儿就是3岁，然后他就说，你再说不要这样子，就一直跟他说不要，害怕他再受不了，再说我一定要看看我的小孩才3岁跑哪里去了。然后他太太就不管他，就赶快跑到家就找到他女儿。后来他太太就赶快冲到后院，然后他们后面有一个那种立的那种游泳池，就是不是真的游泳池，就是那种架起来的那种水槽这样。他女儿才3岁就跑到那个游泳池里面。然后那个水就已经快要到下巴，这样他就垫着脚这样，只要他摔一跤，他就会淹死这样。哇，他说他自己看都发抖，我把孩子救出来，3天都发抖，不能睡觉。然后呢，他还气到就是要跟他离婚这样。所以他这个样子，他经过这个事情以后，他自己深深的在神面前忏悔，他觉得他自己对他自己太不诚实。他就觉得我们常常都是在教会里面一个脸，可是回家又是一个脸。我们没有去正视我们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。然后呢，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。那但这本书很厚，里面有很多的非常非常好建议，怎么样去诚实面对自己。哈，那我在这里就稍微听几个他讲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他就说。他说：“我们要怎么样去诚实面对自己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去问自己，常常问自己，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？对，我对神、对我自己，还有及对周遭不同的关系的感觉是什么？我真的认识我。有些人他们遭遇一些事，他们会说很怨恨神。”他们会来跟我说，其实没关系，那就是你的感觉。对，你可以很诚实的去面对，你可以很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。我也不一定会给你答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。对，甚至有些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受了一个创伤，然后呢，到教会来跟牧师讲，为什么是我要遭遇这样不幸？然后牧师就说：“哦，因为上帝呢，要给你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上帝要给你一个很大的功课。经过这样，别人看到你这样子以后，别人就会怎么样？从你那边怎么样得到激励？哦，从你的身上学到功课。我们真的要小心，我们不能这样说。我们不知道答案，我们就不要说。”但是我们自己遭遇的事情，要很诚实的去面对。我们可以去问，是等一下我要讲。好，我们要第一个，我们要很诚实，我们要真的要很诚实，知道？好，那然后另外一个，我觉得他提出来一个事情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。一个就是自己要去确认，对，自己要去很诚实，我对神的感觉，我对人的感觉，对自己的感觉，对，你不用担心。因为他是神，对，你不一定要问牧师、师母，你不用一定要问辅导者，你去问他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等一下我再说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另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吗？我们自己去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各样不同的情绪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掉在三大试探当，他掉在三大试探当，哪三大试探？其实就是耶稣进被魔鬼被使者带到旷野去受的三大试探。对，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，你可能还记得这三大试探。第一个试探，耶稣饿了40天了，魔鬼就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把这些石头都变成面包吧。”你把这些石头都变成面包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？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变？
耶稣说，耶稣没有骗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去做这样事，因为魔鬼在试探耶稣，对不对？你有本事吗？你有成就吗？我们其实一天到晚都掉在这样试探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怕别人看，哎，你做的好不好？你的表现怎么样？那你的表现是不是让人满意？是不是？我们也经常掉，如果别人讲什么怎么样，我们就不高兴，对，我们或者就觉得羞愧，或者我们就觉得难过，我们就来的这些负面的情绪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试探怎么样？我把他带到圣殿顶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魔鬼就跟他讲，你看这些世上的荣华，你只要拜我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拥有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拥有世上的这些荣华权势，对。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，我不认识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肯定是什么？我有多少的财产，我有多少的权势，对，我有多少身份地位。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是神重价买，我们是上帝流血舍身，就被他所爱。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但是我们认识自己是用这些价值来肯定。所以怎么样？我们一想到他为什么有这个，我为什么没有这个？我们只要稍微受到一点这样子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难受。我们就会羞愧，我们就会发怒，对不对？第三个试探就是，他到了，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，说你跳下去，你跳下去，真的是会把你接下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样，只要你跳下去，有这样的神机，所有的人都会信你啊，多简单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主耶稣你跳下去，所有人都会信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声望的试探，对不对？这是声望的试探。你这样做给别人看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，但是我在乎的，我的价值是什么？我的价值是在别人的手里。啊，我碰过好几个这样子的，我碰过几个这样子的个案来找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失业、失恋，对，失去现，被人瞧不起。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你生命的价值，你生命价值在哪里？是在别人的手中，是不是？是到别人来说你是有价值，你才是有价值。”在婚姻当中也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全世界人都说你好，可是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说你不好。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好像是全世界的垃圾，就是一个最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婚姻当中也经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好像只有全天下只有这个男人说你好，你才好；全天下只有这个女人对说你是正常，全正常，不然怎么样？你就是 nothing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也常落在这样子的试探当中？这些试探怎么样，在左右着我们的情绪？因为我们没有诚实面对自己，因为我们没有诚实知道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是他所爱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面对我们的情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情绪？因为情绪是从什么？从你的想法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想，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情绪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要冷静沉着分析。刚才我讲，情绪是因为你怎么想，因为你怎么想，所以你才会有那样的情绪。那我要再介绍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是伍志珍教授，他是理情学派的一个大宗师，是东海大学教务主任社工系的教授啊。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然后，这个理性学派的宗师是 Albert Ellis，他是他的嫡传，就真传的弟子，他真的是从他那一派出来的。那他就常讲一件事情，对，他就说，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事情呢？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呢？对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脑子里。
对，你有个思想，你有个信念，因为你相信你的信念，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状况，你会有这样子的情绪，因为你相信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一生，我们每天所听到的许多的事情，甚至是在我们脑中的这些想法，其实里面涵盖着很多的谎，很多的谎言。好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例子，每次我就很喜欢讲这个例子。怎么讲？他就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哈，我上过他的课，他讲一个故事。他早期的时候，他是专门在走生命线，大家知道，就是Hotline，他在生命线上面呢做这个就社工，然后他在做指导的。然后他就说呢，早期呢有一天呢，他就接到一个电话，他接到一个电话呢，然后电话就跟他讲说，我告诉你们。我现在就在我们家的窗口，我现在马上就要跳下去，表示什么？他要自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打这个 crisis hotline，他打生命线，他说我现在就要去死了，你们听好啊！我最后就打电话告诉你们，等一下你们就会听到有人去跳楼死了。哦，那他就说，哦，这个太太啊，什么事情让你？什么事情让你想要结束你的生命呢？他说：“因为呢，我先生呢有小三，对，因为我先有小三，我要跳下去死给他看，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后悔，让他一生一世知道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”好，是的，你先生对不起你，你要让他一辈子后悔，是啊。那你先生是不是很爱你啊？你胡说，爱的头啊，爱他小的，还都带回家了，还爱我啊？那你先生不爱你，那你死了，他会很难过吗？难过吗？你如果死了，他跟那个小三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死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哎，对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，那个小三就回来，哎，就用你的房间啊，坐在你的化妆台前面啊，用你的化妆品啊。戴着你的项链呢，你先生会很难过啊，对呀、你先生这么不爱你了，对，都去有小三，把小三带到家里来，你做这件事情是惩罚谁呀、是惩罚你自己还是惩罚他？对，因为他相信什么？他这样做是可以惩罚他先生。其实怎么样？他现在已经不爱他了，对不对？最好你死了不是？正好成全他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么一讲，这个太太对，是我怎么会没看到这一点呢、那老师男的就喘一口气，安静一下。你要气死你先生的方法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好好的活。对啊，活得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的，就完全不在乎他，是不是？就是应该这样子。对，你活给他跟那个小三看呢、是不是？就这样子救了一条命。那吴老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要告诉呀，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在那边搅和、搅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失去，对不对？我会失去理智，我会忘记。我们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，我常常跟很生气的客人讲一句话，说你可不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？你先问看你自己，我为什么会这么气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自己这么气？对不对？你先问问看你自己，你自己真正想到的是什么？你的信念到底是合不合理？对，而且最棒是你在教会。你们可以来找弟兄姐妹，找你信得过的，
辅导童工梦想，对你有机会可以去谈一谈嘛，看看你在这个情绪当中是不是你的想法是合理的，是合上帝心意的。啊，我再讲一个自己家里的一个事情，对，就说我，对，这个，对，好，我先，对，对，就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先思考，对。我这样去做，这样冲动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我真正想的是什么？我的信念合不合理？就是，然后我再讲一个我自己家里的家庭冲突吧。为了这个呢，我们两个在我们结婚35年，对，而前20年呢，我们都为这个 issue 在吵架。我们常常就为这个事情在 argue 这样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。在我做饭的时候，我都一定要做多一点，饭都要多做一点的，一定要吃不完的。然后呢，他就会每次到餐厅点菜也好啊，少点一点少点一点。然后我做饭的时候，不要做这么多，不要做那么多，他说这样对，吃不完就会丢掉，很浪费。前20年呢，我有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很嫌弃我，他觉得我很浪费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小气。就我们常常为这种事情就 argue 来 argue 去这样子的，对，一直到最近10几年呢，因为我们去参加这爱与冲突的公事工，然后我们也在这里很多练，我们常看到自己看不见的一些事实，这时候我才比较知道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坦诚的来互相来聆听对方的心声的时候，才发现呢，我们两个因为从小的原生家庭。很不一样，在我家的话呢，我们家吃东西做菜是不可以吃完的。我们家吃饭呢，如果菜全部吃光了，那就叫做不够，菜全部吃完就叫做不够。对，我们家我妈妈如果请客呢，请客之后冰箱的东西比请客之前还多。因为她都会说叫几个女儿啊，都带一些东西来，然后根本就吃不完，所以。请客之后东西，请客之前还多，在他们家呢，他们家是怎么样？要吃不够，那才是叫好吃。对，他们家的原则就是要给你吃不够，要做的比你需要的少一点，这样子才会好吃。还有呢，他们家冰箱的那个效果常常不好，非常痛恨剩菜。因为剩菜就有那个馊的味道，但是又非要得吃完，这样非常痛恨剩菜。那我们家的剩菜，每次到晚上，我爸就把剩菜煮成一锅大锅饭，这样大锅粥来宵夜。剩菜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温馨的回忆，所以我很喜欢剩菜，他很痛恨剩菜。所以我们前20年都在为这种事情争吵，前20年都在事情争吵。一直到后来，对，改变了我们的想法，诚实面对改变我们的想法以后，分析了解，我们才会看清，我们才看清这样的事实，对，然后我们也会对不同的 occasion 会做一些调整，这样。但我也感谢我传道，他总是听我的，对，因为我长厨房啊，所以我还是要多 order 一下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赶快要第三点，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处理情绪。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知道我们是落在哪一种的诱惑和陷阱当中，我们可以来分析，沉着的、冷静的分析。对，然后第三点是我们要常常来到主前。这个也是我觉得，我们真的要来学习啊，因为我今天不是要讲任何的心理学的这种技巧，对，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做，这个最合心意的人大卫，对，大卫王他是怎么处理他的怒气的啊？那我想我们有些人熟悉圣经，有些人不太熟悉圣经，那稍微讲一下大卫他为什么生气啊？那就是对大卫他为什么要生气呢？
我稍微讲一下大卫他的一个简单的过程，好吧？那大卫那时候大家知道，对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那个他有一个小石头，然后打死了一个大地的哥利亚，对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国王那时候的国王扫罗，扫罗就很赏识他。然后呢，大卫就把他带到宫里。后来大卫在宫里长大的时候，他带兵呢，然后就是征战这样子。然后妇女们呢就觉得大卫太棒，然后他们就唱歌说：“大卫杀死千千，扫的大卫，保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其实这只是一个作诗嘛，千千万万这样。结果不幸的，他们先讲，因为他先讲就是扫罗，就是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结果就因为这个诗歌呢，就让这个扫罗王的国王对啊超级的嫉妒这样。然后呢，本来大卫杀死哥利亚，本来呢，大卫这个扫罗是要把大公主拉嫁给大卫的，结果他不但又毁约，后来呢，二公主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呢，就喜欢大卫，结果扫罗要害死大卫呢，就跟大卫讲说要100个腓力斯人的羊皮，就是包皮，所以就想害死大卫了，让他去面对那些腓力�斯人。结果大卫真的就杀了100个肥士，把他们的羊皮都割下来，当做叫最臭的屁，100个包皮去要跟米甲结婚。结果呢，他就娶了米甲。可是呢，当大卫呢到了皇宫以后，扫罗呢就是有几次都发疯了，要用这个长枪当要把大卫戳死，这样，就是大卫就逃走了。后来大卫就开始逃亡。那扫罗就疯狂的来追杀大卫。当扫罗这样子的追杀大卫的时候呢，其实大卫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逃脱，其中有2次呢。第一次呢，就是扫罗呢逃到一个，扫罗就一直追杀大卫，就到一个山洞。这山洞他就在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厕所，而且没有 portable 的那个 bathroom，所以扫罗就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大号大解这样。那时候大卫就躲在山洞里面，结果大卫就偷偷把扫罗的一个衣襟割下来，然后等到扫罗出去以后，大卫就说："哎呀，我主啊，看这是你的衣服，我没有要杀你呀。"那时候扫罗的，哎呀，就好像非常感动，说："哎，你比我有义。"然后呢，还哭泣，还说："哦，你比我有，你是比较公义的。"然后他就让大卫回去。那这样子已经人家已经做到这样，可是呢，过没多久了，又再一次，扫罗又要杀大卫了，又要去杀大卫。大卫呢，这个时候也在逃难，结果没想到呢，神让这个扫罗在军营里面就睡着了。大卫跟着他的随从到了扫罗的军营，把扫罗的水壶和号角都偷了。扫罗再一次停止追杀大卫，可是呢。他还是怎么样，不放过大卫，所以扫罗和大卫家后来就征战，一直征战这样。然后，后来，后来扫罗死了以后，因为扫罗的儿子叫做就是这个王子约拿单，跟大卫是很好的朋友。但是后来扫罗呢，被腓力斯那个就是杀战死了以后，他的一个儿子叫做菲波设，因为扫罗死了以后呢。那很多人就怎么样，想要讨好大卫，所以就把扫罗的儿子呢，都他的几个儿子都被人家就是暗杀死这样。那这个有一个儿子叫米菲波设，在逃难的时候从马上面跌下来，两只脚都坏掉了这样子。但是大卫后来得国以后呢，他照着他自己的应许呢，还是怎么样找到这个米菲波设，而且带他到皇宫跟他一起吃饭这样，而且还赏赐他。在这里，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啊！大卫其实气扫罗怎么样？气得要死，对，非常非常气。你说碰到一个这样子丧心病狂的人，对，会不会很气？从年轻到老，就是不断追杀他，而且讲话都不算数的。对，女儿要嫁给他不嫁给他，
对不对？然后呢说，你比我有意，人家傻，就是人家都免你一死了，可他还是要一直追杀，所以一次追杀不够，两次追杀这样，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，人家帮助大卫的时候呢，结果呢，扫罗就把那些帮过大卫的人全部杀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跟着我们的每日灵修，最近在念《列王纪上》，可以看到这些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们在这里讲啊，当大卫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大卫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啊，大卫心情怎么样？真的很高兴的。是我刚才说大卫怎么样？震怒，气得要死，而且大卫是怎么样？也有害怕，对不对？也有躲在逃难的，可是大卫怎么样？哎，奇怪，怎么这个他们看不见这个？对的，这太虚假。呀呀，还是不行啊。我继续讲好了，你来数一下。我快讲完了哈，再给我一下时间哈。那大卫在这个时候，他其实非常愤怒，对，但是他没有像刚才那个 Pastor Pete 在教会里面，心里恨得要死，表面上说神的爱如何一的，他没有这样子哦。对，大卫怎么做？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大卫在诗篇当中写了多少多少的流泪，写了多少多少哭求的诗。简单说，最棒最棒，最棒最棒！神教我们处理情绪的方法是不要告别人，也不要去恨别人，告给谁？告给我们人，什么话都可以说的。我看看大卫怎么说，我也是读这个同学，哇，这个同学画一个歌给大家听哈。但是这篇诗篇，呀，这篇诗篇在诗篇109篇，好不好？我来念哈，你们大家听听看，这个大卫写的诗哦，对，然后呢，你看他气到什么样子，他怎么说？诗篇109篇啊，他大卫的诗，他说：“我所赞美的神呐，求你不要闭口无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。”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因为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被成为罪。愿他的祈祷被成为罪。大卫，不要听他的祈祷啊！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年日短少什么意思？赶快死了吧，早点死吧！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，他的妻子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地求出来求食。愿强暴的债主劳碌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夺他劳碌得来。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。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。哇，这是简单说叫什么？绝子绝孙呐！对。对，不是这样吗？对，断绝免掉名号，而且不再绝子绝孙，怎么样？人家已经是孤儿寡妇了，还是什么孤寡妇，不要怜悯他，不要听他祈祷，很不狠啊！他敢再写，他讲啊，跟神讲，因为他们不想施恩，却逼迫困苦贫乏的、很伤心的，要把他们致死。他们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们，他们不喜爱福了就与他远离。他拿咒骂当衣穿，这咒骂就如水进入他里面，像油进入他骨头。愿这咒骂让他遮身的衣服，当他长处的腰带。
这就是我的对头，他用恶言议论我的人，从耶和华那里要受报应。对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，因我困苦贫乏，内心受伤，我如日月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，我因进食骨头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，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就摇头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任凭他的咒骂，愿你赐福他们，几时起来就必蒙羞。你的仆人却要欢喜，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面前、众人中间赞美他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们，不必审判他灵魂的人。阿门。好。他会做的什么样的事？你看他什么话讲，但是他后来对你背波社，有没有给人家绝子绝孙啊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是什么气气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卫是最合神心的人，都可以这样子骂的，骂成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不能骂？你为什么不能去跟神讲？你爱讲什么就讲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跟人讲，你要跟神讲。对不对？要跟神讲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卫到后来他说什么？他还是赞美，对，他还赞美，是不是？接着就是说大卫他怎么做呢？告，他先祷，他向神说明，他一点都怎么样？他很诚实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跟神祷告不用客气，对不对？用假装，对不起，对，不用说。哎呀，神啊，求你原谅我，我没有一颗原谅人的心。对，你真的不原谅，你就求神给你。对，不要，你不用跟人讲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讲，他会告诉你的。祷告向神求明，把你的怒气交给神，求神来介入，主持公义。神为大卫主持公义。哦，不要忘记，你要赞。因为他必成为你的山寨，他必成为你的聚众的，对，他必成为你的避难所，他必成为你随时脚前的路上的光。而且我们的神怎么样？他亮，知道，不必担心。大卫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好，我只能讲今天讲了三点，下一次再讲下讲的时候，我还会再讲三点。好，然后。我们再review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刚才就是简单的说，我们第一个怎么样？要诚实面对自己，对。第二个要冷静沉着分析，因为你的想法里面一定有什么，一定有 bug，你的想法里面一定有你看不见的东西，对，你的想法里面一定有不合理的东西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？来到主的面前。来到主，好，那我们再请蒙台祷给我们带一首，这个，好，就是这个回应诗歌，好，这也是可以，我们常来唱诗歌的时候，神也会来帮助我们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又差点开始，好，我做一下结束祷告。哦，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主耶稣，亲爱的圣灵，主啊，我们是这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，你是给我们的情绪，是要让我们诚诚实实的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与你相交。主啊，你谅解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喜怒哀忧心，你知你看，你知道我们的怨愤。主啊，也谢谢你借着大卫让我知道，在那样子软弱、痛苦、愤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一切的情绪诚诚实实的向你倾诉，你也会来指引我们，你也会来保护我。主啊，求你这样子大大的来高我，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当我们向你倾吐。当我们来到面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
你就借着周遭的环境，你就借着讲道，借着我们的灵修，圣灵，你就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向你敞开的心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渴慕你，能够在你里头有你从你那里赏赐我们在情绪当中的自由，让我们常常有从你那边来的这样子一个鼓励，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指引，我们谢谢主，我们知道你谅解，想祈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来。